大主播又来挑战王铁锤了，这盘棋输得有点冤，布局反先之后不甘心和棋，最后翻车了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对局，王铁锤摆下中炮，这个主播呢来了一个顺炮，红棋上马，黑棋上马，红的出车，黑棋呢并没有选择出车，选择了一个缓开车，马二进三，红棋挺兵，黑棋挺卒，红棋上马。黑棋呢，来一手炮二进四，准备啊，这个一个呢是可以压马，再一个呢可以打兵压这个马。红棋呢就选择了一手马七进六，也有走马七进八的。黑棋呢炮打兵，红棋出车，黑棋出车，红的来一手炮八进四，炮八进四。进炮封车以后呢，就有马踩卒，然后打将的这种手段。正常情况下来说，黑棋在这里肯定是要补一手士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大主播不走寻常路，他呀高了一招横车。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铁锤呢，就选择了一手踩卒。这个棋你要是踩呢，他就有一个打将，以后呢来跟你对车。那肯定就吃亏了。走到这儿呢，大主播呀，突然间呢来了一招弃车砍炮，这招棋让人拍案叫绝，立马呢就是反客为主了，一车换双，你也只能吃。吃完之后呢，把马一踩，下一招就有一个上马踩别腿马的手段。红旗选择兵五进一，黑棋呢马五进六，红旗呢赶快把这个炮啊给它对掉。黑棋飞，现在踩着别腿马呢，红旗呢选择了一手马三进五，马三进五之后，黑棋车九平四。虽然说黑棋少个车，但是呢，红旗呢现在没有炮了，双车马这种配置不是很好，而黑棋呢是车马炮，红旗选择了一手高车来抓，这个黑棋呢就选择了一手对抓。红旗马五退四，那现在吃着马呢，黑棋选择了一手炮七退一。炮七退一之后，以后啊，他就有打兵打着车，以后呢，将军再来抽车这种手段。那铁锤呢也看到了，所以说呢，他选择了一手顺手牵羊扫卒，把这个车啊躲起来。那黑棋呢就上马，红旗退车。黑棋呢来一将，听听响，红旗不是，黑棋再退马，这样呢又斩获一象，应该说黑棋已经是大占优势了。红旗挺车一捉，黑棋呢先回去，因为现在这个红旗呢，我们经常说啊，一车十子函，这个马炮的位置啊，现在还没有形成合力，所以说呢，先退回去，连环住，走的也是非常老练。红旗呢上马，黑棋平一步炮，红旗呢来对一下车，想表演一下有车杀无车。那黑棋只有一个车了，肯定是不能对。退车吃兵，红旗呢就兵五进一，黑棋平中再捉，红旗呢把兵走开。这个中兵过河了，这中兵价值很大，肯定是不能给它吃掉。黑棋。挺过来抓马，那这个马呢不敢逃，退车保住。黑棋再选择了一手进车，以后啊掩护着让这个马来跳进来。红旗呢就摁住这个马，不让你动。那黑棋一看现在一个炮在前面，孤炮难鸣，就选择了一手退炮，以后啊想平炮打车，来这个调整这双马的位置。那红旗呢，就先补一手象，黑棋平炮一打，红的呢顺手牵羊，又扫一个卒，这是呆空就吃一个，呆空就吃一个，这一会儿啊，这红旗啊反而多兵了，还黑棋呢就选择了一手进马，进马之后，这个红旗选择了一手
回便马踩着个炮，黑棋选择了一手炮七平九。以后啊就要将军了，下底来一将，红旗呢就平车，再把这个马摁住。红旗黑棋选择了一手马七退九，红旗双车叫杀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的顶住这个马，黑棋上马，下一招要连环着上来了，那红旗不同意，摁住，黑棋退回去，红旗平过来，黑棋啊，如果说再上来他再摁住，双方这样走啊都不违规，就不便做和了。而这个主播呢，觉得自己现在呀，这个形势占优了，不甘心这样和棋，他呀就走了一手卒九进一，这招棋应该说走的就太过勉强了，因为你现在呀，这个车马炮并没有形成这个合力，虽说是三子归边的，但是呢没有发挥出来作用的。红旗呢毕竟是双车，所以说呢他就来了，双车夺你的马来牵制你，你这个只有进卒一保，那红旗呢退车又一桌。这样呢你这个卒就被消灭掉了，以后啊这个马呀有被吃掉的危险。黑棋平炮，红旗呢把这个卒一飞。一飞之后这个马的位置啊非常尴尬，而且呢红旗现在要多出来一群兵了。黑棋赶快呀上这个马，准备呀来掩护前面这个七路马，那红旗呢再拉住。黑棋上马连环住，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对车。你这个一对对了车跟认输没啥区别，有车杀无车。红旗关键兵太多了，黑棋呢选择了一手扫兵，那红旗呢上马，上马现在吃着这个马呢，他选择一手将军，红旗退士，黑棋选择了一手进马，哎，想着你要是吃个马呢，他就挂一将。那这个铁锤说：“你怎么想的这么美呢？”啊，送你两个字儿，天真，就把马给他砍了。那这个主播一看，你要是把车一打，他就把你这个车一踩，那你马炮对车马，这还有三个兵，这还咋玩啊？没法玩了，就只好选择投子认输。